所以大家冲尿再刺，冲尿再刺，明白？他直接先冲，你再电慢慢来，因为我们没有。不要拿拖把洗吗？哦，对，这主要洗碗的吗？真的，那可以一锅，因为时间没有这么久。然后我们火锅不会太浪费时间的一个锅，你这样就是哦。OK， 就大致上是这样子。然后有一点烤肉，我一个炉，等一下我会再给你们。OK， 我需要几个人？猛看，不行，猛看，不行。我是小，需要我一个看上面，猛看举手。因为我们火锅的时候需要凝聚力，知道吗？凝聚力。所以你有看那个圆桌子吗？那个石头桌子，那个石头桌子很难找，所以干的时候要小心。我之前我跟我哥哥干，我爹抱过一个，很重，所以要多一点人干。然后千万不可以放手，会压爆手指。OK， 没有压爆手指，就会跌爆那个瓦，那个石头桌子。OK。然后搬的时候，你要顺序，那个桌子可以先搬上来了，然后那个脚呢，要移脚呢要快，移过来。我们要把我们的桌子放在哪里好？那里，中间那里面呢？我还有一个大桌子 ，OK， 最后放在中间那里，等一下我们的石头吧 ，OK， 石头桌子，连过了。